林散之1898年到1989年，名以林，字散之，号三师的，生于江苏南京市江浦县，诗人、书画家，尤善草书。1972年，其书法作品《中日友谊诗》被誉为林散之第一草书，从此报得大名。林散之草书被称之为林体，被誉为当代草上的林散之，曾说余除学书，由唐入魏，由魏入汉，转而入唐、宋。余唐学延平原、柳承玄、杨少时，离北海，而余北海学之最久，反复习之。1972年底，林的草书作品《清平乐》会昌得到郭沫若、赵朴初、启功诸权威人物的高度赞誉，既寻法又破法，随意自如，实属天趣，又恰到好处，令人赞叹不已。林散之是大器晚成的典型，文从沈梦以为，也因为其出大名很难，数十年寒等苦学，滋养了其书之气、韵、意、趣，使之能上达超凡的极高境界。正因其书具有超凡脱俗的境界，才使书界中人对之品赏愈久，得益愈多，认识愈深。古今之名家、善草书者如余六任、启功，基本都有一首精湛楷书。林散之先生如此，当代那些草书名家是否如此？